就穿警服的，穿警服，穿警服，穿警服。谁呀？阿姨，我是狗剩朋友，他在家呢。你找他。好啊，往哪跑？磊哥，磊哥，我错了，磊哥。磊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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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10吗？你这个情况啊，我们会尽快帮你落实。啊，你回去等我们消息就可以。来了，王哥，这么快？什么情况？核实了，欠钱，欠了江磊10万块钱。10万块钱？对。那也不能动手打人呢。验伤了吗？验了，请问医生。就穿警服的，穿警服，穿警服，穿警服。实在是对不起，我这外甥一直是疏于管教，咱们带孩子先去医院看看，所有的医药费我来。太过分了。说话呢？他为了谁呀？这点钱您先拿着，到医院看看，如果不够你再跟我说，我再陪你检查检查啊。您拿着。小黄，先把处罚手续给办了。告诉我，云和还有哪个派出所所长不认识你？啊，你自己说。就，对不起，我下次不这么做。每次你都这么说，哪次你做到了？还嫌我事儿少吗？就，我保证。少来这套。你说你也待不了几天，啊，能不能在去见你妈之前，别再给我惹祸？你站住！你去哪儿？回家。你回来。你妈什么时候给了你10万块钱？我怎么不知道呢？我想买摩托车，不敢跟你说，就跟我妈要了10万。那5万呢？吃了。和朋友，就警服，警服，警服。我现在特别忙，少出门，少给我惹祸。我现在就去挣钱，把车买了，千万别告诉我妈，求你了。